很浅显的方式把一个音乐很浓厚的地方带给小朋友。觉得对大人来说是一个音乐响应，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音乐互动，很棒。不要以为音乐剧就是不适合小朋友，教育中带点娱乐，娱乐中带点教育，所以其实都可以值得来观看的。